看影片之前提醒大家，热点网站有更多内容。大马首富郭鹤年在他的回忆录里头形容，他说华人啊是地球上最惊人的经济蚂蚁，对东南亚的经济还有发展有着巨大深远的贡献。而暌违21年，马来西亚再次成为东道主，承办了第17届世界华商大会，成功吸引了超过4000名来自多个国家，包括新加坡、泰国、缅甸、日本、韩国等等的华商代表共襄盛举，那再次彰显了这股实力。今天世界华商大会的第二天，迎来了首相安华亲临现场开幕。他在致辞的时候肯定了华商对马来西亚乃至全世界经济的贡献。那我们回顾新加坡中华总商会在1991年主办的这个第一届世界华商大会，当时候呢是吸引了30个国家还有地区超过800名华商的参与。从30多年前的几百人，如今这组数字啊已经翻了好几倍增加，反映出了大中华圈的经济实力是越来越壮大。马来西亚中华总商会即本届世界华商大会筹委会主席卢成全指出，那华商是国内外商业还有经济领域啊不可忽视的力量，而在全球众多国家还有地区政府的支持下，华商跟商会以及各方的紧密合作呢，成为了连接政府还有商界的有效桥梁和纽带。适逢马中建交50年，再加上地缘政治的动荡，还有国际经贸面临前所未有挑战的这个背景之下，卢成全早前更形容，这次的大会是结合了3个 R 的优势，可以说是最好的时刻 ，right time， 也是最适合的地点 ，right place。而且出席者呢都是对的人 ，right people。因此，在如此天时地利人和的氛围之下，这场大会势必精彩，也显得格外显眼。现在马上就跟着8点最热报团队梁宝仪、叶嘉乐、叶翠莹还有陈慧仪的脚步到现场去看看。备受瞩目的第17届世界华商大会今天进入第二天，一早来自海内外的华商精英就聚集在会场，当中包括来自新加坡、泰国、印尼和日本等多个国家。放眼望去，无论是场内还是场外，都是满满人潮，当然也少不了一些国际华人商界的重量级人物，比如泰国首富也是泰国正大集团董事长的谢国明、嘉里集团董事主席郭孔辰，还有随身碟之父潘建成。现场可以说是全球商业精英云集，除了海内外知名华裔企业家之外，首相安华也特别到大会主持开幕礼。面对受众华人对象，安华使出他从政以来一贯的 SOP， 就是先用华语秀出我们是一家人这句话。Malaysians have chosen to work together, whether it is Malayren, Huaren, Intoren, Dayakren, Kadazanren, we all Malaysia, 我们都是一家人。安华一句我们都是一家人，博得现场满堂喝彩。安华在大会上致辞时也点名赞扬大马和世界华商是在全球局势动荡下的中流砥柱，保持韧性，承担起了推动我国和国际经济前进的任务。同时他也在现场呼吁来自国内外的华商能够提出具体建议，让马来西亚政府改善国内的经商环境。 You advise us, we have crafted policies, but you advise us what else need to be done to foster an environment that is conduciveto investment and to innovation. We are not here to suggest that there's a perfect system and policies. We are here to govern and to learn and make the necessary adjustments.在演说中，安华也不忘担起了旅游大使的角色。他向在座的参与者喊话：来到马来西亚，投资固然重要，但也记得要到处观光，欣赏马来西亚的美，别只顾着赚钱呐。Don't just deal with business. Of course, number one priority is business, investments, but also find some time, one or two days. This is one of the most beautiful regions in the world. So Tan Sri, do something more. Get them to.Penang, to Port Dickson, to Kota Kinabalu, to Kuching, and relax for 1 or 2 days. 又是说中文，又是大赞华商，还趁机推广起本地旅游业。安华这一次为世界华商大会献上了长达16分钟的演说，大部分时间更是即兴脱稿。那对于安华如此诚意满满的演说，在场的海内外华商又有什么看法呢？我们是一家人，那句话是特别感动。为什么呢？因为。不管来自哪个国家的商人，
我们就是一个团队，就是一家人。我觉得马来西亚它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很包容，可能在他们的讲话当中我已经充分地感受到了，而且我们都是一家人，这句话我深受感动。我觉得首相他对你们这个马来西亚本地的华人挺重视的，这个也是跟很多其他国家比起来就是比较不同一点啊，比较少见的。然后讲话那个中间也是用了很多那个中文，这个也是挺意外的，挺好，印象深刻。安华一句我们都是一家人，深刻的给许多海外华商留下深刻印象。对于安华给予华商的肯定，受访者认为华商的成功是大家有目共睹的，而安华要华商向政府提出意见，将进一步为大马打造一个更友善更开放的经商环境。在我们马来西亚，我们看到十大首富里面的九位就是我们华裔了，所以华裔的企业家在马来西亚贡献是很大的。首相我想他也懂的，我们马来西亚必须要大家融合在一起，因为这个是多元种族的一个国家。首相刚才说了嘛，我们都是一家人，所以我想这一句话已经告诉我们了，有什么建议，有什么好的投资都必须要提给我们的首相。我们华人在全球啊很勤劳的，包括马来西亚了，所以我们在这方面要更努力，再更创新，带动起来整个马来西亚，包括我们的马来同胞、印度同胞还有小民族。他刚刚也讲了，他们也是学习，然后商人需要什么规矩他们就来改善，这也是很重要的一点。做商人呢，因为规矩我们不能去定的，所以他是肯听到这个东西，然后他想去改善，所以我觉得马来西亚的商人很幸运有这样的一个首相。马来西亚经商环境非常好，我们公司在15年前就跟马来西亚有很多的铂金贸易，我们觉得马来西亚不仅是15年前好，今天也好，未来更美好。过去30年，世界华商大会在亚洲、北美洲和大洋洲各国轮流举行，而这一次在由马来西亚中华总商会承办的大会，还设立了多个论坛，为华商提供互相交流的平台。